体力跟集中力都下降了。蛤蟆煮海鲜面咯，这才去蛤蟆，吐出来蛤蟆，那叫什么米？煮那变了呢？变变什么米？这个虾啊，个透抽哦，这透抽哦，透抽，个有三百一碗，我无爱食碗啊。够嫩哦，嫩哦，这无熟的嫩哦，半青熟的嫩哦，还是迄个温泉蛋。溏心蛋。溏心蛋。溏心蛋，溏心蛋是什么啦？溏心蛋。溏心蛋哦。嗯。哦，这就叫做溏心蛋啊。溏心蛋。你煮家己煮的啊？这个听讲。溏心蛋是放较久的蛋。嗯，泡椒切切哦。